久等了。哎呀，安小姐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我还说要让你遛杆，你说你中洞长洞都能抓鸟。哎呀，真是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我今天啊不过是运气好而已，您承让了。Miss Anne, you play very well today, so next time you teach me, okay? Sure, your husband play well too. Thanks. 哈哈哈，对吧？那个大北啊，我今天输得心服口服，下次再也不敢找你打球了。哎，对，我还给你带了茶叶呢。那去拿茶叶。还敢不敢？哎呦，我去拿茶叶。走。那你们等我。好，范小姐。今天这风头出得可以啊，不过我要提醒你哦，小心乐极生悲。我的事儿就不用张总您操心了，我倒是想多提醒张总您一句，这女人啊年纪大了身材很容易走形的，建议您多练练高尔夫球，光做床上运动可是不行的，小心伤到腰。下次请你喝咖啡。我说安静怎么这么嚣张呢？原来是傍上蒋大为这个财神爷了。真没想到他高球打得这么好，所以说这么多年他也没白混，肯定是下了狠功夫。我就看不得他刚才那嚣张的样子。我不管啊，你得给我出口恶气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安静和许墨轩不是有个女儿吗？回头找个私家侦探查一下，给她拍上几张照片，发给蒋大伟。张姐，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哼，那算了，既然你这么不舍得让安静吃亏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为难呢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安静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，而你却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因为安静让你不爽了？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就听你的。等回头呢，我找个私家侦探。怎么了？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又不高兴了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初恋男朋友的事吗？记得啊，你说他傍上一个女富豪就把你给甩了，怎么了？替他干什么？本来啊，这辈子我都不打算再见到他。可你说这世界就这么小，我刚才在球场里面居然碰到他了。谁呀？该不会是那个宋阳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他，嘿，哎呀，这张丽媛会看上这个小白脸啊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他对你这个宋阳还真好啊，不仅手把手教他怎么做生意啊，各种重要场合都带他出席，这人前给足了他面子。嗯，这，哎，你说这个。宋阳心里现在还会不会在想着你啊？怎么会啊？哎呀，我跟他那只不过是小时候年少无知犯下的错误，这根本就不是爱情啊。他特别小心眼儿，他看到今天咱们俩在一起，心里肯定会不平衡。我是怕他会找到你，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。我这么大一个老板，会听他那个小白脸在那搬弄是非吗？啊？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当着他面砸一台宝马吗？砸了没有？嗯，砸了。砸了？嗯。哎呀，好啊！谢谢你，亲爱的，谢谢你还让我出了一口恶气。哎呦，好！Thank you.
这设计怎么样？嗯，真不错。就我设计的。你设计的？嗯。哇，看不出来吧？真没想到。我有些朋友啊，那家里比我大，比我气派。可是就一个字，俗俗，品味这玩意儿真是，那不是有钱就可以堆出来的，还是要有那个 sense 嘛，是不是？你的品味啊，当然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，而你的选择也肯定是最好的。你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自己啊？嗯。都是。楚天。嗯嗯。大伟。嗯。我该走了。今儿我看你就别走了吧。我不习惯在家以外的地方过夜。哎呦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你就把这儿当个自己的家啊！明天我叫人把你东西都搬过来。你这笑什么？啊？像是可以喽？嗯？是吧？嗯，我只是觉得这会活太快了。我们才认识一个多月，这感情发展的速度跟时间应该没关系吧？嗯。那倒是。不过我猜。你不是第一次邀请女人住进这栋别墅吧？在我的过去，跟现在应该是没关系吧？就如同我没有问你过去一样。至少眼下只有你。那那以后呢？也只有我吗？其实我跟你一样，不在意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未来。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，或者是搬进来，那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：我到底是不是这里的一个过客，还是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女人住进这栋别墅里？乖乖。你现在想这些问题会不会太早了点啊？我还没想到那么远的事儿啊。我知道，我这么说可能让你有压力，可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。毕竟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不一样，你们男人啊就好像是大树。越老越有价值，可我们女人就像是一朵花，开过了也就枯萎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不能确认我的未来，我就不能跟人发展。我只问你，今天晚上可以在这住下来吗？嗯嗯嗯嗯嗯。你今天挺累的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我先走了。嗯。鱼儿不上钩啊！等了这么久，怎么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呢？有些事情电话说不清楚，还是当面说比较好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姐，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
我有好多事情要忙的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去了全市最好的高尔夫球场、最贵的餐厅、最奢华的别墅。你根本无法想象，同样是在一个城市里，可有些人的生活是咱们做梦都想不到的。你说的这个有些人，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人是蒋大伟？你怎么知道？真的是蒋大伟，你这次选中的人是蒋大伟。是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就偏偏跟他在一起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和他在一起呢？他有钱，对我又好，又有魅力，我想过得体面一点，跟他在一起，这有错吗？姐，难道有钱就是有体面的生活吗？有钱不一定有尊严，可没钱就肯定没尊严。我以前被房贷压得气喘吁吁的时候，我有尊严吗？我为了每个月那点可怜的工资，处处受人白眼，被人排挤，我有尊严吗？这么说，你这次是打定主意要嫁给蒋大伟了？是。而且，我嫁给他不只是为我一个人，而是为了我们全家。等我和他结婚之后，我会给你买一套房子，我还会给爸一大笔钱，让他安享晚年。我会给乐乐开一个工作室，帮他完成他的梦想。姐，你别做梦了，蒋大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男人，你确信他这样的情场老手对你是真心的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如果不动心，又哪来的伤心呢？嫁给他真的会幸福吗？你觉得呢？我现在不用工作，就有宝马开，就信用卡可以随便刷，不用担心可以还账单。如果这样可以过一辈子，你觉得不幸福吗？可是你这样的生活，你不觉得很冒险吗？其实每个人的每段感情，不都是在冒险吗？你知不知道蒋总的新女朋友是谁啊？谁啊？是我姐。你姐是蒋大伟新女朋友？别吵到安逸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姐跟我说，她马上就要住进全城最豪华的别墅，还能一口气拿出150万。我就想，她肯定是找了个有钱人。你不是跟我说蒋总的新女朋友姓安吗？我那个时候就起疑心了，没想到还真被我猜中了。你姐可以啊，竟然可以让蒋大伟挪用公款给他买那么多东西，几年不见，果然脱胎换骨了。你别那么说，我姐，她这次是真的想找个人嫁了。墨轩的事情对她打击那么大，她跟我说，她再也不相信爱情了，只想嫁个有钱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护着你姐？她为了钱，连亲生女儿都不要了。她再怎么不对，那也是我姐呀。再说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要骂你去骂你那个老爹去。安宁，我觉得你最好去劝劝你姐。蒋大伟比那个宋阳还有墨轩更冷酷无情，你姐玩不过他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找蒋大伟去。你现在就要去找他，告诉他你是他儿子啊？我才不会让他爱情亲情双丰收呢，我是以总经理的身份去跟他交涉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你怎么有兴致跑到我这儿来？谢谢，蒋总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晚来打扰你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我想您可以看一看。什么事儿？是，我明白，这个属于您个人的私事，我不应该干涉的。但是我发现好几家媒体围绕这件事情展开了报道，
已经开始影响到集团的声誉，所以作为集团的总经理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您聊聊。哎，这记者还真的会编故事啊！说说看啊，这两年对于我的花边新闻还有这个小道消息的报道，还少吗？没错，的确是这样。不过蒋总这一次动用了那么多钱，那就好像不太一样了。哎呦呦呦呦，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啊！哎，这身为盛世的创始人和最大的股东，我从公司走个账，然后买两辆宝马车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说，这车的名字还是登记在公司的名下，我只不过把这个车交给我的女朋友使用而已。是，如果是正常使用，那当然没问题。但是您的女朋友把那辆崭新的宝马当众砸烂了，那好像就有点问题了。这我知道。那个安静她也跟我提过啊，她说这个永兴的张总跟她那个小情人曾经羞辱过她，她只是想出一口恶气啊。啊，那我就帮帮她啊。我帮她错了吗？这错了吗？替自己的女人出口气，我觉得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嘛。那蒋总的意思就是非常支持他那样的做法？当然，这个一个受过羞辱的人啊，他能够为自己找回尊严，我觉得这没什么。天明，你没有经历过被有钱人羞辱过的那种滋味，所以你无法理解安静的那种偏执，我可以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。那是在30多年前的事啊。洛兰，都下班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啊，我车子没气了，正要走。哎，正好，坐摩托车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呀，咱俩之间客气啥？哎，快给我！真的不用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来啊，我来。哎呀，快给我吧！哎，大伟，老大。哎呀，这小猫头等你老半天了，怎么还不来？怎么了？车子没气了。这，我们看，我看。哎呦，被扎了，当然没气了。咱们找个地方休息。好，走。哎，等。怎么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蒋大伟。有什么事？罗兰。我进到公园划船，你不来，看电影也不去，就为了他。走。等等，还没说完呢。干什么？哎，我知道你是厂长公子啊，但是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就算厂长本人，他也没权利叫我干什么。早就听他们说，咱们的厂花跟个临时工好上了，看来是真的喽。罗兰，你看好他什么了？啊，瞧他这样，又穷又酸的。估计家里连台电视机也买不起了，你跟他能有幸福？大美，大美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厂长公司了不起了，不就买台电视机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以后大美有钱了，给我买两台，一台摆家里，一台砸给你看。走，买电视机砸给他看。走呀，推自行车。所以后来你买了两台电视机，在那个厂长公子的面前砸烂了一台？那可不，后来做生意赚了钱，就真的买了两台黑白电视机，一台给了他妈，一台就当着那个厂长公子面前一锤子就把他给砸了。这台电视不会比你们家小吧？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就把它给砸了。走，再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，但不可否认，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钱呢，
带来巨大的快感。所以我能理解安静啊，那一个人憋屈久了，他总要有一个爆发口嘛。再说，男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女人出气。那看来蒋总很爱您的太太。当然，她是我原配。那我能这么说吗？您这一次为了女朋友，也同样的买了一台车来给她砸烂，那是不是代表你也一样爱她？那还谈不上算是爱，但我很喜欢她。这古时候君王可以千金买佳人一笑，我让他砸一台宝马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想不到他这么多歪道理，简直没法和他沟通。那我明白了，蒋总，不好意思，就因为我是盛世的一份子，所以我会比较紧张我们集团的声誉。如果不是看在你一心维护盛世的这个声誉上，你今天提的这些内容，我肯定要跟你翻脸啊。所以说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你不要再拿这些事儿来烦我了。明白。姥姥，不知不觉我在蒋大伟身边都已经待了那么多年了，不可否认他对我真的很好。说实话，我也曾经很欣赏他，我也有冲动要跟他相认，但是我发现原来他早就忘记了我妈，忘记了你，忘记了他还有一个一出生就没有见过妈妈的儿子。姥姥，我醒了，我觉得也是时候让他从那么幸福那么美满的生活中醒过来了，让他好好重温一下，好好感受一下那种失去的滋味。来了，来，进来，快来。哎呀，这是安逸吧，太可爱了。安逸啊，这是大姨，快叫大姨。大姨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大姨。来来来，快进来，进去吧。我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，阿姨。来，走走走，阿姨，来，快坐快坐，坐啊，抱抱，坐下。哎呀，阿姨，你看，还给你买了多少好东西？你看，洋娃娃，啊，还有，你看，小熊饼干，还有小鞋子，全都是给阿姨的。快说谢谢大姨，谢谢大姨，真乖。那大姨抱抱。可能咱们刚来有点陌生啊，要不咱们先吃点零食好不好啊？来，对对对，来，那阿姨自己拿着吃啊。来，自己拿着吃啊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阿姨啊，妈妈要跟大姨说点悄悄话，你在这自己吃一会儿好不好啊？好。来，拿住了。啊，去玩吧。哎呦！姐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安逸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随时会把它还给你。咱们俩都是安逸的妈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要把安逸还给我？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哎，我会把他接回来，可现在不是时候。如果让蒋大为知道我有个女儿，那我就前功尽弃了。姐，小宁，你就不要再劝我了。像我这样一个历经感情沧桑的人，我就需要一个能够给我安全感、能够保护我、包容我的男人。而蒋大为就是这样。我这次是冲着结婚的目的去的，所以请你不要再劝我了，成全我。可是阿姨怎么办呢？你打算这一辈子都让她喊你大姨吗？这是我的下一步计划，
可首先，我先要成为蒋太太，然后再想办法让蒋大伟接受她。说不定他还喜欢这个女儿呢。哦，真棒！哇，好棒哦！还玩吗？我还要玩一次，我自己来。好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来。天明啊，嗯，我姐这次来真的了，我劝不了她。那个老混蛋，平常都是逢场作戏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一次竟然那么认真。你说，如果他万一真的娶了你姐，那你跟你姐变成婆婆跟儿媳妇儿，你说你怎么称呼他？啊，这不成了笑话吗？可问题是，蒋总并不知道你是他儿子啊，他也不知道安静就是我姐姐啊，这都没办法的事儿。再说蒋总现在才50出头，事业有成，身边又没有子女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他真的不会娶你姐的。可不管蒋总会不会娶我姐，咱们两个最后能不能走在一起也是个未知数啊。你别忘了我们之间还有个杨家呢。我警告你啊，别想抛弃我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想怎样？哦，你试试你就知道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你下半辈子的幸福就交给我，我一定要娶你的。你别看我整天咋咋呼呼的，其实我跟杨家一样，早就对你产生依赖了，戒都戒不掉，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什么怎么办？总之你放心吧，我向你保证，等杨家恢复记忆了，他康复了，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了，知不知道？这个好，爸爸陪你玩啊，小心啊，下下下下，来走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二姐，我看你还是别去管大姐的事了，我倒是担心你，你和天明哥的爱情马拉松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？我们现在就连谈个恋爱都得偷偷摸摸的，就因为杨家姐。二姐，不是我说你，我们不能损人利己，也没有必要损己利人吧？你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啊？自从杨家失忆以后，他对天明特别的依赖，他现在如果没有天明的话，就真的活不下去了。那天在天明姥姥坟前啊，如果不是天明动作快，杨家就真的割腕自杀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跟天明一辈子良心都会不安的。这是道德绑架，谁也没有权利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去占领别人的幸福。二姐，我去劝劝杨家姐吧。算了，她早就把你给忘了。对于她来说啊，你现在就是一个陌生的小屁孩，她能听你的劝？乐乐想什么呢？二姐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天明哥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佳姐的失忆可能真的是装出来的。你为什么也会这么说啊？我也说不清楚，要不我去试试吧，只要他是假装的，就一定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你能行？是怎么知道呢？喂，杨总，有个叫安乐的想见你，他说他是你的干妹妹。安乐，啊，我没有什么干妹妹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打扰杨总了。你这个小姑娘，你看看，
你说你撒了什么谎，害得我也挨骂了。我们杨总说了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赶紧走吧，别再缠着我了。走吧。俊，蒋总有您的信。哪儿来的？不知道，有人直接送到公司前台来的。因为不是公函，所以没有落款。给我。好，下去吧。蒋先生您好，安静这个女人私生活混乱，照片里这个小女孩是她的私生女，不仅如此，她还是个自私狠毒的女人，当年上大学是她亲妹妹安宁为她替考，安宁因为过失伤人坐牢，其实也是为她顶罪。佳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乐乐。乐乐？哪个乐乐呀？不会吧，佳姐，你真不认识我了？也是，我们有六七年没有联系了，我跟之前也有些变化，但你总不会不记得我的名字吧？我叫安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前些年脑子受了点伤，好多以前的人和事儿我都记不太清楚了，我是真的记不清楚你是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这是我二妹安宁的女儿，她叫安逸，你看多可爱。安宁是你二妹？是啊。你说安逸是她的女儿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以前只跟我提过说你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安乐，可是你没有提过安宁是你的妹妹啊。哦，安乐是我的三妹，她和我同父不同母，而安宁才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妹妹。安宁曾经在盛世工作，她的履历表我也看过，她没结婚哪来的女儿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没向你提过她。她父亲是谁？她叫许墨轩，三年前已经出国了。可是匿名信上说，安逸是你的女儿。太可笑了吧，大伟，这摆明是有人在挑拨离间啊！而且我觉得，写匿名信的这个人就是宋良，他这是在报复我。孩子的生父许墨轩，他和石天明还是发小呢。大伟，你阅人无数，不会被宋阳这点小伎俩迷惑到了吧？不相信啊，咱们就三人对峙好吗？看来你是真不相信。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
我也是没办法了，才硬着头皮来找你的。我现在还没有嫁给蒋大为，只是他的女朋友，我怎么能让他知道有安逸的存在呢？小宁，你就再帮我一次吧。我，小宁，我知道，以前啊，都是我对不起你，可你也替我想一想啊，我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如今终于苦尽甘来了，看到了一丝丝希望，难道你就真的忍心把我这最后一点希望也不留给我吗？如果你真的把真相告诉蒋大伟了，那我和他就真的完了。你真的眼睁睁的忍心看着姐姐被第三次抛弃吗？哎，姐，你这是干嘛？你快起来，安姨会进来撞你，可怎么办呀？小宁，我的幸福马上就要到手了，如果这个城市出什么岔子了，我就一无所有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姐，你快起，你先起来好吗？我不起来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跪在这儿，永远都不起来。小宁，好，我答应你，真的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你拜托我的每件事情，我都没有办到的。妹妹，谢谢。姐，你先起来吧。对了，小宁，我还给你带了件礼物。你的那本相册被乐乐烧了，我又重新帮你扫描了一份。姐，没想到你一直留着这些照片，还保存得这么好。我以前啊，租房子，后来买房子，卖房子，又再租房子，搬过很多次家。每搬一次啊，我就扔掉许多东西。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可只有这个。我人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姐，小宁，我知道我们姐妹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。以前我们也曾经互相埋怨，说过很多彼此伤害的话。可不管怎么变化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妹妹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亲姐姐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血缘关系。姐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个是啊，我还把它给修好了呢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妹妹，谢谢你，姐姐对不起你，这些年我实在亏欠你的太多。姐，别这么说，我们两个永远都是最亲最亲的姐妹。小黄帽，你是小黄帽啊？哈哈哈哈，怎么玩这个呀？你教教我，教教我。拿它打节奏好不好？我们，站过来跟我打。阿姨，来，阿姨，江总。哎，你女儿啊？嗯。哎呦，好漂亮。小朋友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安逸。安逸呀，今年几岁？三岁。三岁啊，
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安宁。哎呦，好可爱！